我们看例题四，他说 x 是这样的多项式，但 g x 是这样的多项式，那么 g x 除以 h 2，那 余 是多少？那么用 余 式定义，这 r 等于 g x 带 2， 它就等于 f 2， 等于多少？那你可以直接带 2， 或者用中等除法， 1 减 2 减 1 加 5。 三二一，带二，一加二加零加零减一减二三，所以再带二下去等于三，带M号三，那再除一次，一减二减一加五，再带三下去，一加三加一加三。 加二，加零，所以答案是11，所以余式是11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5。